在这儿呢，代表婉儿，给大家呢，作个揖，鞠个躬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他在这儿这些日子呢，大家多多帮我。我敬大伙儿一杯，大家伙儿一块儿，大家伙儿一块儿，来，来敬大家，敬大家。敬完这杯呢，下杯我就敬美华和美珠。哎呦，周大爷，这杯我敬您。我们长这么大，您没少照顾我们，要不也不能有我们姐俩今天。来吧，来吧，敬你。对，说这小姐俩呀，就得从15年前说起。他们的父母双双去世啊，还是金德妈把他们俩接到屋里头，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喝。我媳妇儿也是一样，把他们俩当亲生闺女对待呀。后来谁来了？孙大圣来了，不是孙大圣，是李大圣。他和美中结了婚，又能干，人又帅，而且心地特别善良。我感觉他们姐俩真的不容易。还好美中把妹妹拉扯起来了。我们这小院真是恩恩爱爱的一家人。我说几句，我说几句啊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不会拐弯。我想打一个什么比方啊，就我们老金打补丁的那庙，嘿，故宫，拿那个跟咱们这院换我都不干。那皇上住的是吧？啊，不就大点吗？黑咕隆咚的，咱不稀罕。是人家不换，人家不换，我也不换，我就稀罕咱们这院。我说完了。那个，我也说两句吧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姐妹俩都是大爷大妈们照顾我们长大的，你们的恩情，我们两个没齿难忘。婉儿，我妹妹今年也考大学，这样。我呢是英语老师，你要在复习英语上有什么问题，尽管来问我，多帮着帮着人家啊。太谢谢了，美中。其实要说我们做的这些什么都不算什么，美华，你这姐姐真是好姐姐，她既是姐姐又像你的妈妈，所以你真得好好听姐的话，好好学习。哎。强子，陈婉儿呢，就是你的亲妹妹，她来这儿学习半年呀、啊，你无论如何要帮着她，你就是她的亲哥哥。婉儿长大成人，出嫁的时候，你呀、啊，还得送亲戚呢。桃叶儿尖上尖，柳叶儿就遮满了天。在其位的那个明阿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。哎，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。玉面狐狸唱的。玉面狐狸？哎，我还真听说过这人啊，传的都神了。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就跟那十五的月亮似的，晶莹剔透。里面都是故事，我一看见他，我这小心脏就扑通扑通扑通的跳的都酥了。一首诗说，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笑倾人城，再笑倾人国。我就觉得他不用笑，倾国倾城。喜欢。但是他们都说他归李强。他又不是个物件，怎么就归李强了呢？我也能追他。当然。我能跟李强抢？你跟李强比，你差哪儿了？我确实差不少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哎，你周大爷这酒量啊，真是越来越差了。你再操当妈的心，你都没我操心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复员回地方，我可以当公安、当保卫科领导。是是是，
他说我和周大爷一样当了上门女婿。我以为我当兵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，我保卫大象了。也行了行了，回屋歇会儿吧。你听我说啊，大象它大呀，哪儿都大，不光色。后来动员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以为我叫李大象呢。李大象不知道我叫李大圣。回屋歇会儿吧。说李忠嫌我身上有味，不让我上床都两年了。小点声，小点声。我说可能有孩子。得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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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看我现在这样，我在部队老厉害了。我受伤就受伤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不信我，我今天就让你们好看。我信。李大圣，李大圣，叫你呢，媳妇儿叫你呢。干嘛呢你？没有，哎，来来了，慢点儿，等我回去。大哥，你慢点啊。等我回去。差不多得了啊。待会儿把这桌子收拾了，听见没有？我弄。别喝了，你喝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想什么，你不就想和陈婉儿去考大学吗？你考什么大学呀？你几斤几两不知道啊？你我呀，156斤。5两3钱，我不能考大学吗？一肚子坏水，考什么大学呀？我一肚子墨水啊！坏水，墨水在哪儿呢？我能吟诗，能作画，学好数理化，怎么着吧？你一个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继续呀！不愿意说了，没劲。哇，你不就愿意在人家陈婉儿面前显摆吗？你以前怎么不这样啊？你呀，今儿比哪天话都多，别说了行吗？我平常不也都这样吗？哎，你刚才吟那诗谁写的？李白、苏轼、陶渊明，你选一个吧。我选啊。行了，你别老在人家婉儿面前显摆显摆。你才奇怪呢，好吗？你们俩这样有劲吗？他演上了。不是，你老看着我干嘛呀？你应该看他。我呀，我知道你心里面怕什么呢，我也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呢。我来这儿啊，就是复习功课的，我是来考大学的。等我考上大学，我就哪儿来的哪儿去，咱们啊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。你们俩望明月吧。等我考上大学了呀，我哪来哪去，我们这一辈子啊也都甭见面了。好好在这儿看明月吧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都不会喜欢你。追我的人多了去了，我告诉你，从一条排到14条。你以为只有胡美华一个人吗？开什么玩笑？过水面，过水面啊！来吧，怎么的你又啊？哈士连天的，孩子，昨晚上肯定是没睡好，就是你那规矩给他闹的。什么叫我那几条规矩给闹的呀？我那几条规矩怎么了呀？
忒多忒复杂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忒多忒复杂呀？你看你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谁记得住啊？怎么记不住啊？是吧？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那么多。哎，你怎么马后炮啊？我想上学。你把什么？你想干嘛？上学。你想上学？啊。你想上学？儿子，你没事吧你？真是，你想上学？你当时你上学的时候你不好好学啊？你合着现在了你又说你想上学？你忘了吧你？你上学的时候，嘿呦。这老师天天的就把我揪在学校去了，训得我跟三孙子似的，要多寒碜有多寒碜。真是的，你说你上那点学，妈费了多的劲呢、啊。现在这活怎么了？跟你爸在那个庙里边打补丁，你觉着的那差事容易啊？再央个多少人呢？你说你不上，你就不上了，切，还上学？你考大学吧你。我还真是想考大学。你考大饼，这个你可以不同意，但你不能侮辱我。我就侮辱你了，怎么着了？你自个儿你不知道你自个儿啊你？你瞧瞧你那名声，在咱们这胡同，就跟那个隔壁这刚来的那个那小狐狸，你们俩也差不多。哎，那不刚好凑一对儿吗？你再说一遍，凑一对儿。你再跟我说，凑一对儿。你再说一遍。好一对，老金，你把那个戒尺给我拿过来。你别以为我现在打不动你了。好好吃饭，好好吃饭。什么叫好好吃饭呢？你少说两句。你这气我吧你。他是我算看着他不把我气死，他是他这一辈子他就不甘心。哎呦，这怎么想起上学来了？就是想回去上学嘛。干嘛呀？想回西城高中，行吗？切，你以为那西城高中咱们家开的呢？你想去你就能去得了啊，人家把你辞出来了，轰出来了，你有脸回去吗？再说你现在跟你爸在那庙里边打补丁，那活怎么就不能干了？你又越想起一出是一出。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别老张嘴庙不庙的，那是明清两朝的皇宫，现在叫故宫博物院，知道吗？还打补丁，我裁缝啊，我那叫修缮古书籍及字画，有师承的。行行行，别添乱。我不管了，反正打明儿起啊，这庙里打补丁这活呢，我就不干了。我也要为改革开放、国家强大贡献更大的力量。你这觉悟怎么突然提高了呀？你去吧，你找人去啊。你要是真能让他上得上学，我还真服了你了。我也没说我能办这事儿。下学呀，别着急走，我不接你别动窝啊，等着我啊。哟呵，哎，朱大爷，咱一块儿走，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。哟，这强子也真是，鸽子都不喂了。管好你自己的事儿，没给我忘了吧？上课好好听讲啊！哎。字体方正严密，笔画坚挺硬实。清课本，直坠南宋金课本。哎呀，好东西啊！
康熙到现在300年了，我来吧，难得。您要喜欢，您留着，慢慢的端详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这个呢，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。我那儿子原先在咱们学校上学，不懂规矩，被学校给开除了。开除了以后呢，他在外边待了这么2-3年，哎，他明白了一道理。他说这人不读书不行，所以这不就让我来找您求个情，还想回来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是吧？姓名？金九章。金九章？哎，没有印象啊。哪届的？我哪届的也不是，我就是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。没问你。嗨，您瞧我这岔打的。那个，我儿子叫李强啊，木子李，红墙绿瓦的墙。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有印象了。我说我看你有点眼熟呢。李强，哎，就那全校闻名的小流氓。开除李强啊，是学校的决定，学校不可能收回成命。如果您要这么说，我可得替我儿子申辩几句了。是，他把人给打了，而且伤得不轻。但是他打的那是一坏人。他把同学的学费给偷了，还不应该打他吗？是，虽然说是没有证据，但那也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啊。李强这么做，不能说是替天行道，也算是见义勇为。这是两码事儿。偷钱的孩子固然应该受到惩罚，但是李强打人，绝对是违反校规校纪的，不对李强做出处罚，对上对下我都没法交代。您说的特别的对，但是李强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他已经受到惩罚了。得嘞，您就高抬贵手，再放他一条出路吧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学校有学校的规定。这规矩不也是人定的吗？我就担心啊，再这么下去，这孩子就荒废了。您呢是校长，好歹给这孩子一条出路。这么着，您就给他个桌子椅子，随便给他搁个哪个班，半年啊，都没半年了，最多几个月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是学校，这不是自由市场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得嘞，我这给您赔不是了。我们老金家啊，从我爷爷那辈儿就没出过什么有功名的人。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一回，只要是李强考上了大学，我一定孝敬您一份比这更好的。您看怎么样？李强能考上大学？您让他试试呗。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，老李同志。哎，我姓金。你儿子姓李，你姓金。我们爷俩要是一个姓啊，我还不至于操这么大心。我说出来不怕您笑话，天底下就是这后爹难当啊。你回来。成了吗？啊，办成了吗？没办成啊。哎呦，我就没想到
你说一个中学那么多规定啊？什么规定啊？规定我儿子不能上大学呀？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？你说你平时碎嘴唠叨的，就比咱们那个架子上那撩哥你都能白活，关键时候你掉了链子了，还不是平时你省着点儿，用在正地方呢。你猜人家校长怎么说？怎么说的呀？校长怎么说？校长怎么说的？什么怎么说的呀？是不是又趁着我打架那茬没完了的？你打架，你这还太对了你！你不打架，人能开除你吗？那不也是因为他偷了彪子学费吗？彪子他妈干嘛的呀？捡破烂糊纸盒的，糊了一夏天才攒出这学费来。你有证据吗你？全班同学都知道。全班同学有给你作证的吗？你没证据，你打人家，人不开除你，开除谁呀？要我也开除你。麻将，麻将，回来！找校长去。回来！给我站住你！我告诉你，强子，你要是敢迈出这院门一步，我立马我就撞死你，信不信你？我撞了啊！哎，撞了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你事，赶紧该干嘛干嘛去，别在这捡乐。坐下，老金。哎，会儿啊。这不会是假的吧？我揍你！孩子，你说这孩子，你得管管他。你怎么不管啊？我老金啊，这一辈子就没求过人，这回可好，我哈着个腰。把老脸就送在人手里去了，别动啊！捅聋了，我跟你。我就知道你要想办点什么事儿，没有办不成的。回头我给你扯件祥云纱去，咱做件新褂子，老舍不得。干嘛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人家现在。就是答应祥子上学，论能不能考上大学，可还差十万八千里呢。知道，我自个儿子是不是上学的料，我还不知道啊。万一呢？嗯，你怎么跟人校长说动的呀？说就能说动了，人一大校长。那你怎么说的呀？你跟我说说，快说说！你瞧瞧你那样，又跟我这卖关子，讨厌！我不搭理你了。你这人没不来劲，你这人没意思，你这人吃完饭就打厨子，你怎么跟人说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懂不懂？说人话。你猜怎么着？我一打听，哎，这校长感情也是一当后爹的。我一听这，我就赶紧跟他把我跟强子这关系说了。哎呦，别提多同情我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感情这校长，哎，人家也是一肚子苦水，一边是媳妇儿，一边是拖油瓶，是吧？这关系特别难摆平。然后呢，我跟他聊，越说越近，越说越近。完了，我你怎么跟人吐的苦水呀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。
你也跟人吐苦水来着，我们娘俩给你委屈。我就是编点话骗他，让他同情我。怎么骗的呀？你怎么说的呀？你也跟我说说。你看这事儿就不能当真。干嘛不能当真呢？我知道你背地里边怎么说的我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背地里你跟人怎么说的我呀？就是为了强子骗他呢。我这事还是办成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记着，从小你就是咱胡同里最出类拔萃的。哎，以后呢，咱心里想的就是上清华北大，其他事儿跟你都没关系。哎，蔡米盒，上完清华北大吧，咱还出国呢，是吧？头一天上学，你打起打起，咱不当那井底之蛙，记住了没有？请请学校，你谁也不许搭理，就听老师的，听见没有？讨厌，别稀里糊涂的带沟里，知道吗？好好找我，记住了。你快走吧。这是唱哪出啊？嘿，还仪仗队呢，还走，车也不灵，除了铃不响，哪都响。书包背好喽，像个学生样啊！哎呀，我说金大爷，这回强子复读成功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回去咱老地方，必须得好好喝一杯。这还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儿，可不吗？回头你请。别闹！我都说好让他给贴标语，强子回来，咱婚宴仪式得隆重。同学们，看看谁回来了？胡海泽又回来了！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强同学又回归到我们高考的大家庭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再来一次！哎，行行行。呦呦呦！呦，就是呦呦呦呦，就是笔，就是笔，内涵丰富哎，这就是一笔。行行，来黄总坐。哎，不是，老师让我坐这儿的，是吗？老师让我帮晚上复习功课。哎，彪子，哎，拿着这个问问老师，到底让谁坐这儿？我直接去问教导主任了，跟教导主任好好谈谈。小吴同学思想品德问题，别都怎么学的？我走还不行吗？边去。同学们。这位呢是我们班新转来的李强同学，以后大家就是一个班集体里的同学了，大家要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。李强，哎，你想不想跟大家说点什么？我就别说了吧，我嘴笨，好多同学我都认识。捡起来，捡起来。
这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啊？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？这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啊？不是我的。他说不是他的。到底是你们谁的？说不说？不说，我一起请家长。老师，这笔是我的。哪儿来的？捡的。捡的？你再捡一个我看看。我向天发誓，这真是我捡的，校长。这分明是你从社会上带来的。学校是读书的地方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校长，我错了。你看你那态度，你还笑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呀！我把这笔扔了还不行吗？你扔掉的是含辛茹苦的父母，特别是你父亲对你的殷切希望。你扔掉的是你父亲像大海一般深沉而宽广的爱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年少读书时啊！校长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种东西怎么能带到学校里一来呢？啊，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恨读书迟。是不是我们家老金跟您说什么了，所以您才……你叫他什么？老金。那这书值老鼻子钱了。是，纳兰性德的《纳兰词》，孤本。重要的是，过过张之洞的手。上，张之洞。两湖两广总督。晚清四大名臣。这么贵重的书，您都舍得送啊？这要是我亲儿子，我还真舍不得。仗义，一看您就是北京爷。什么仗义不仗义的呀？我都不如你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家婉儿是你亲外甥女儿。是。亲外甥女是外甥女，可是真到我有那一天的时候，摔盆打翻的都没有。她要是我女儿多好，女儿也不能打翻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觉得咱这个活也都干了，说这些都没用。进来，就有一事儿吧，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啊。那你说，你说没有不该问的。你说这强子，整天管你老金老金的叫着，他姓李，他咋不跟你姓金呢？哎。这叫什么？这个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。我呢是满族，我们旗人呢差不多的都有个老姓。这个姓金的老姓啊，是爱新觉罗。那这我可知道。嗯，那皇上那会儿，您酸不酸的？我牙都倒了。喝酒吧，酒不酸。把这个带给你父亲。我看完了，你呢？把它拿走吧。这什么呀？这个古书，非常珍贵。啊！别！不是这个呀，是老金给您的。这我不能拿，你给他拿。这我不能拿，这我们家有的是。站住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拿走，我马上开除你。自习课呢，你干嘛呢？你会做这道题吗？你给我讲讲呗。难啊，这题可难了。雪诺，不是你会不会啊？
会啊？看什么呀？吴西凯同学，你能给我讲讲这道题吗？我不会。吴美华同学，我不会。你别拿我东西。三八线。Broke。To play glass three. Lie. Jump. Laugh. 干嘛呀？我这儿，我看书呢。Either or. 哎。学外语呢，美华。判断下列命题是。你们俩一块学。你听着。啊啊！多少年都没学了，跟不上了，原来底子就潮。你听见没有啊？你。哎呀呀呀呀！确定你要。瞧瞧你那样。以后你学的时候你就叫着他。他这回回学校就是奔着高考去的。把我试试。What do you want to study about? 别理我，烦着呢。一条直线垂直于平面无数条直线，那么一条直线，直线垂直于……他说什么呀？平行。他说他要抱我。瞎说，你会？如果一平面内两条直线并列，干嘛呀？你瞧你那德行，你！我真想一巴掌扇你！你干嘛呀你？阴阳怪气儿的，你有什么能耐呀？你就在那儿跟人家甩咧子，你都会了吗？人家好心好意要教你，人美华学习这么好，人多好的老师啊，你干嘛不跟着他学呀你？对呀，是吧？是啊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吃吧吃吧，我拿凉水拔了一下午了，沙瓤倍儿甜。你不是不愿意搭理我吗？这不有道题难住我了吗？想让你给我讲讲。你让程婉儿教你去啊。你学习多好啊。这班里学习好的多的是了，你让他们教呀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教我的。你起来，铺床上做什么呀？给我起来，起来。教不教？第五题就这个。这道题你都不会啊？从这个 P 点到 D 点，直线距离啊，你看好了。不，你这样，你这么讲我听不懂，你就一行一行给我写下来，我回去好好消化消化。D 点。看啊，这是加一条辅助线。这再加一条辅助线，这个 P 点跟 B 点，哎，其实啊，我都一步一步给你写好了，你就照着这个做就行了，很简单。这么难的题你都会啊？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蹬开。美华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学习难题了？我可以帮你解答。美华都不会，你都能给他讲会了？嗯。你数学这么厉害吗？我就是没上心，上心什么都难不倒我。我还有一道题。啊？嗯。怎么了你？哭啼啼的。看他们两个，我去强子的题都是我教他的，
让他去敲碗儿，凭什么呀？对付李强这种人，就不能硬碰硬，你知道吗？那该怎么办呀？你得讲策略。大骗子！让你骗我，让你骗我！美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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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干嘛呀你？地主家也没什么余粮了，来点吧。请。吴美华，我没白对你好。婉儿。